내 영진 걸어 다 질러
好的，首先是歌颂。Chedan Raji Kanama De Chedan Nandan Be Chiso Chebana Vindra Chiri Gyoba Nisini Tunsani Chedom Dresu Vandi Dedan Dengi Duma Tamji Payon Singi Vishini Chusin Tomi Mebai Kumbi Fishon Tebe pare sendre sohand Sende chanjuru enye bebe be Se si samimbra enye nera dote Chelo seba cheve namdraji Kumi chemba dendre sohand Chambe loji nji donjo Tanja vameba enye jonam brata Tumhe gyodan jelada gyoshi Mida ngebra sindri suha Nyumo ngelo gizhi midonshi Kati shaya nyimbi shilinshi Kivi ngazi sambo midonvi Shinyi pinzi kandri suha So zora jena nyamjani Drangi sosro jebe shiragi Shiro jezo jubra mi jeba Ngiti thambra jeti sova Chimbro chala zishi jishi Lo imeno daba inam ji sanjirani Gela jove lo jwe gibi
겹진 부가 초주는 뭐지 나는 걔는 뭐지 나 뭐지 우리 세배 要首先，问候以波卡仁波切跟堪布东友仁波切为主的上师堪布善知识，同时要问候这个佛学院的学生们，尼寺的所有的尼众们，也要问候在网络上观看这个听课的所有的法友们，大家好。
야, 나 느린데. 당연히 가상 음악이 가수래다. 가상 음악 사람들다. 가상 那么，다 가상한다. 가님은 이니 그 정리 안다 시작했고. 昨天和前天呢，讲了许多有关这个吃素的部分，也就是断肉的部分。那昨天呢，我没注意时间。那昨天的第二堂课大概是这几次课程当中最长的一次了。有超过时间，我也没特别注意时间，所以越讲讲到后面还有点累，后来才发现，这个是讲的比较多一些了，所以大概身体也告诉我，身体就在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所以总之昨天第二堂课呢，这个时间讲的比较长，那么今天呢？也会再讲一些有关跟这个断肉有关的部分。那么昨天有些没有讲完的部分呢，今天会继续讲。但是呢，首先开始，我想还是先讲一下这个《妙行自传》里面的颂文。남자리지메고할테래암드네아래라우다아디에베강가로컨트롤샷디스갈레도다我这里自己要控制很多的器材，还蛮麻烦的。老师，那得一下，得了呀。那么大理解没给拿到了呀？就在《妙行自传》当中，那么主要有两个，第二个部分就是，阵型，有前行跟阵型哦。第二个是阵型、实践、三世道之法，这里面也有三个部分，也就是，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的是第三个，也就是实践上士道之法。那上士道的这个修持呢，它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动机，发菩提心，再来，第二个是行持等等。那么第一个动机发菩提心之法的这个颂文呢，它是第九个颂文，第九个妙行。这之前其实课程中已经讲过了，但是当时没有讲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再讲的详细一些。所以复习一下这个颂文是：无别众生，同为我昔日父母，若分亲疏，实为不当，故而怀赤诚之心，携生苦众生，以菩提果位，欲利益彼等。此为我妙行之一。咋的？对了呀，咱这些都继续，咱当对了呀，就是遇到这些，让他们那里吃一下，给拿所以在米智多杰的一部著作当中，上次已经谈到他那部就是
教授自传的教研啊，已经引述过了上一次。那相关的一些解释哦，我想的是，那一般来说，当我们说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或者说跟我们有关联的，总之周围身边的人哦，我们会说我们很多都是佛教徒，尤其我们会说呢，自己是这个大乘佛教徒。或者说自己是这个，心智密乘的佛教徒等等，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是不是我们真的名副其实有做到呢？虽然有这样子的名称，有这样子的一些好像行为举止，但是真的我们有。实践真的做到，比如说大乘的一个行者的该做的吗？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像自己人哦，我们总是会袒护自己人，所以呢，像当自己人这个遭遇到一些困难呐，或者说一些危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很担心。然后也会感受到一种痛苦，但是呢，对于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所谓的敌人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如果看到他们这个哇，这个走运了，或者说他们很发达了，很好的话，自己反而却无法接受，甚至是很受不了，他们怎么会这么好？所以会有一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不用说有这种真的是，我别说利益他人了，或者说有关爱众生了，先不谈那么多。甚至我们很多实际在做的，其实是对于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就是在伤害他们，用尽一切的力量想伤害他们，甚至在语言上会说他们的坏话，批评他们等等。所以虽然说自己说自己是佛教徒，大乘佛教徒，但其实内心真的没有任何所谓关爱众生的真的这样做到没有。所以，心中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实际在说，或者实际在做的，是身体上、语言上的各种行为，都是尽量的在把自己这一切呢，都用在伤害那些我不喜欢的人的上面。他一生呢，就这样子了，可以说糟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就自己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或者说自己称是修行人，但真的是有这样，真的是有这样做到吗？很多人如果说啊，你这个修行人怎么是这个样子？没有，怎么没有做好？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很生气，无法接受。那其实真的是自己要能够要。自己有一种能够反省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平时呢，无论你在做任何修持的时候，常常祖师都会告诉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动机。虽然我们的行为举止好像在做的是一些修行学佛的事，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有带着一个好的、正确的动机在做？你的言行，是否，心行是否能够这个合一哦？它很重要的还是在于你的内心的动机。所以，其实这时候别人他是没有办法看得出你的内心想的是什么的。所以，刚刚谈到说反省是你自己对自己最清楚。所以随时都应该要能够，反省一下自己，那然后才会
自己也会做决定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而不是别人来告诉你的。那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米觉多杰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自己是怎么行持的呢？首先我们说，当然米觉多杰他是一个佛教徒，然后他也是一个大乘的一个修行者。那他是怎么样做到的？他是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慈悲心的呢？首先呢，他不是一个这种巧言令色的人，他不是，而是呢，他真的总是发自内心啊，他知道说，真的，一切众生都是父母，都是对我们有恩惠的。由于他有这样，常常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所以无论谁，任何一个众生遭遇到了像痛苦，或者他们在造作这些痛苦的因，也就是在行持各种不善、各种恶行的时候，法王他只要是他看，被他看到，或者他听到这样的情况，他的身体、他的语言或他的心意上都会表现出这种很难忍的不忍的这种悲悯之情。他周围的人，就侍者呀，都周围的人都看到法王是这样子的。尤其呢是除了众生这样子痛苦，还有很多时候一些地方遭遇到疾病啊、天灾，传染病、天灾，还有饥荒，很多人死亡，或者说战争，还有的时候是他知道有师徒啊，或者说这些主仆之间呢、啊，那么发生了很多这些仇恨啊等等。法王他只要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大的一种痛苦和这种焦虑、担忧，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一样的。然后他都会一直在说，甚至口头都会说：“到底他们该怎么办呀？该怎么帮他们呀？”还有，当法王听到说，像有出家人这个违反了戒律，或者说失去了信仰，有这种升起邪见的时候，他也会为对方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非常担心对方。尤其呢，当时第八世佛王的时候，那西藏各地都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官员，或者说这些领主啊，这些首长，那么就所谓的这些达官贵人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地方的这种宗教领袖，比较有名的一些上师等等。那有的时候这些官员，或者说这些上师们，可能也有造作一些不好的动机。还有行为的时候，那当法王听到了他们是这样子的时候，法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哎呀，这些官员也好，上师啊，他们真正应该要成为的是做到的是，众人的一个医护。但是呢，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行为来看的话，别说是利益别人了，甚至他们来世哦，到底会投身到怎么样的地狱啊？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呀？他们，所以第八世佛王他总是在这样子担心着，关心着这些人。但还有的时候，米智多杰身边会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人来觐见这个米智多杰。那有的时候，一个官员来见他，那又会说另外一个官员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就说：“到底我应该去讨好哪一个官员啊？”有些人就会这样子来说，他就跟法王报告说：“哎，我跟这个官员不太好，关系不是很好。那我真不知道这个，
如果关系不好，然后我这样会不会遭受到一些不好的情况啊，或者说对待啊等等，就这样子跟法王在抱怨。那这时候法王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你呢？你真正这个就近的一个，你已经完全这个真正该要去想的规划的来生的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做，全都被你糟蹋了，你完全弄错了。反而担心的是，你跟这个官员的关系好不好，或者说有没有真的讨好到这个官员。你的这个担忧真的是一种，就是一种根本是，妄想的这样的一个没有用的这样的一种痛苦。总之呢，在西藏就有一个比喻，就说这种痛苦就像是。就有一只这个鸟，它要降落的时候，它不会两只脚同时，它通常是两只脚同时着地哦，而是先是一只脚着地，然后再是一只脚。那这时候有一个这种很会说话，就讲话的人就说，他为什么要鸟呢？要先一只脚下来，再另外一只脚才下来，再着地呢？这个人就解释说。如果它两只脚同时着地的话，那这个地大，它怕，那鸟大概怕这个地会裂开，所以它两只脚呢没有同时着地。反正就是一个那种很爱乱说话的人这样解释哦。所以总之在做的比喻就是说他，房就会说这些人，你呢真正该担心的是不担心，然后呢。这些不该担心的事情在那边操心，瞎操心。那为什么房会有这样的对话哦？他主要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真正在关心，他总是关注的是真正这个人他未来的就近的这个快乐长远的利益，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做到？他担心的总是这一个。那过去还有一段故事说，有人会来请示法王说，像是，可能我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这个已经往生了。那为了这些亡者，往生者，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功德？那米支多杰怎么说呢？法王说，你如果这么关心这位往生者的话，对他是这么有这样的悲心的话，难道？六道众生不是你的父母吗？不曾为你的父母吗？你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去关心所有众生呢？就这段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米支多杰啊，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完全，他是总是想着的，他总是确信着，就是众生都是父母。所以，不管是你看他的行为，他在跟人的对话的时候，他的。都是讲出的都是他内心所想的哦，众生都是父母的这样子的，都有这样子的动机跟想法。同时呢，他的心中总是关爱他人哦，胜于自己。他具有这样子一种恳切的一种情感啊，所以总是自然的会流露出来。所以他周围的这些弟子啊，侍从也都看到跟经历到。同时呢，无论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伤害的，还是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那个人伤害我，那我就不要对他好；那个人帮助过我，就要对他好。我们只是一般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法王他不会在意这一些，他内心深处相信的是，我们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是很亲密的朋友，都是亲人，所以。全部的人都是自己人，没有，他从来没有那种敌我之分呢、哦。
同时，他对于这个不管是贫富贵贱啊，任何人，他对于任何人，他都没有我要赢过他，或者说我要打败某种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升起。他总是想的是希望怎么样帮助到所有的人。还有平时很多人会来觐见法王的时候，他喜欢法王喜欢听的，大家说的是什么？是那些不带有、不夹杂有贪嗔这些烦恼的对话。不然，他对于那些有带有歧视啊、带有这种偏见的这些话，他是不喜欢的。但是呢，他也不会当下的去这个，说那个人你不应该这样讲或什么，他不会的。但是他的内心是不喜欢听到那些话的。同时呢，米觉多杰他对于身边的人呢，也是都一视同仁的。所以无论呢，他的侍者啊为法王做什么样的。做怎么样的服务呢？房都很随意，都可以。不然有像有的上师很严厉嘛，这个侍者可能供养一杯茶的时候，这个茶太热也会被骂，或者太冷也会被骂。但房呢，他是很随和的，他是怎么样对待他都可以的，所以侍者做起来也很轻松。那不只是侍者，或者说还有这个噶谦大印中的这些执事工作人员，那法王有的时候也会交办一些事情，当然有的时候会做得到，有时候事情成功，有时候事情失败，但是呢，法王也不会去呵斥责骂他们，不会的。当然有时也会发现到，他这个某某人有些问题，比如说他做事上啊，或者各方面有问题，他也不会当面的去斥责，也不会再让他这个丢了面子，他不会的。总之呢，他是很善巧的，然后很一视同仁的对待慈悲的对待所有的人。所以也因为法王是这个样子，所以长时间待在法王身边的那些人呢，很自然的就有些改变，比如说烦恼也变少了，不会再贪嗔的这种动机都变少了，然后想要利益他人的心也变多，而且甚至世间工作的这些方式上也变得更加灵力哦，然后变得更有热情，对于法王的交办的事情他是更有热情，是更加的努力要办成。那这都是因为法王他自己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人，他自己做到，所以他影响到周围的人也有这样子的改变。那么最主要呢，米觉多杰他自己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最开始是跟谁受的呢？是跟这个桑吉念巴他的上师。当时受戒的时候啊，就有一段记载说，桑杰念巴为他受菩萨戒的时候就说，我觉得你在无量过去生中啊，大概都从来没有坏事过菩提心哦。所以桑杰念巴有这样子说，我感觉到你无量生中大概都没有坏事过你的菩提心。所以从这句话也可以知道说，这个米觉多杰他真的是或许过去生中吧，他长时间的这种熏习，他自然而然就有这样子的菩提心。这个桑杰念巴他可不是那种会说这种讨好的话的人的，他是一个很直的人。那米觉多杰的教员当中都有提到，这个桑杰念巴他的上师桑杰念巴是非常的严格的，他甚至很会骂人。不只是很会骂人，而且是很直的，很直接的，当下就会骂人的。
他不会因为哦，就是你是法王或者什么，他就不说。这里我可能举个例子。在桑杰涅巴快要圆寂之前啊，有一天他就说：“他说我呢还是快点死比较好。在你们这些。”好像就是说，在你们这些僧人没有违反戒律之前，我还是赶快先死了比较好吧。就是从这段话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直的一个人。总之，回到这里啊，当他在为米觉多杰受戒的时候，你看桑杰涅玛仁波切也感受到米觉多杰他的这种自然流露的菩提心。所以，总之呢，米觉多杰他自己在传授，为别人传授大小乘的戒律，他自己在听闻佛法，或者为他人开示，或者著作，或者教学授课，还有口传，为别人口传，或者说一般跟人结下法缘的一些这些活动，譬如说，在大家一起持诵六字大明咒啊，等等这些任何，总之任何这些活动的时候，法王他首先第一个他会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动机搞好，先要升起一个清净、一个真诚恳切的动机。他的心中呢，总是想着一切的众生，这是一个。再特别呢，他也会想到那些。将希望寄托于他、皈依他的、依止他的那些弟子，尤其呢，他也总是想着佛教是这个世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哦，那么我们更应该要努力的弘扬佛教。他也想着说，对于佛教的弘扬，自己该怎么样多做一些事情等等。所以除了这些，为了众生。等等，还有为了佛教的弘扬这些想法之外，他完全没有任何自私的、任何想到自己的念头。法王很小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呢已经得到了噶玛巴的名号。那得到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并不是。”我也不希望不，没有觉得说，因为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更有地位，更有成为得到宗教领袖的这样大师的名号，没有。但总之，无论如何，我已经成为了法王了，一个宗教领袖。所以，因此呢，有非常多的信众啊，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为了要帮助他们，尤其帮助他们调伏他们的心。如果只是讲说，为了他们讲说一些小经小论，或者开一些小课程，或者几年几个月的闭关修持，这样也是不够的，没有办法真的帮得了他们。有无量的众生，就有无量的烦恼。也因此就需要无量的这些善巧的方便的对治法，所以我自己也要真正闻思修，熟悉更多所有的经论，然后尽量的能够帮到他们，学到这些内容之后帮助到他们。你看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么讲了。所以呢。这里也说，米觉多杰呢，他也对于灌顶啊、口传啊、开示各方面呢，他医治了很多的上师。那主要之前谈到，他有四位主要的上师，当然那个时间并不长，但医治了上师之后，他自己他也承担起责任，他也不断的去为了佛教、为了佛法，他也不断的去阅读、不断的闻思修。然后也是尽他自己的力量去做。
那无论他是在人群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一个寂静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他都在做什么呢？他都是在文思修，他都是在，譬如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稍有领悟的话，他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我懂了这个道理，原来是这样子。那种感觉，他说就像是从盲人，一个盲人哦，从这个垃圾堆中找到了黄金一样。那这是有多么高兴啊！所以米觉多杰他平时自己在阅读、读经、学经的时候，只要有那么一点领悟，他就非常的高兴。当然，有时候有不懂的时候，那时候法王就会说啊，那我真的是一个这个业障深重、不懂佛法的人呐、啊。然后就非常的这个身体也都这个焦虑到这个睡不着觉。然后甚至会就难过的都哭了，哎呀，我真的是一个这个业障深重啊，这个怎么会这些道理我都读不懂啊，就是非常的担忧，到睡不着觉等等。但是呢，因为过去生中的熏习，还有上师啊三宝的加持，米觉多杰呢，虽然没有在他上师直接的教导之下，但他自己精进的阅读呢，之后也都能够领会贯通。所以，上面那一段都是出自他的很多的传记哦，都提到说，他是这么样的，自己在读经文思修上努力。但他身边的人就怎么说呢？他就说：“哎呀，那么，与其呢，为了这些读经啊、写笔记啊、教对那些对弘扬佛教没什么用处的事情，与其做那些事情然后辛苦的待在像是这样一个卫藏啊、这样一个没什么人供养的地方，就待在这样一个没什么供养的地方，然后你自己在那儿读经、写笔记啊、写著作啊等等。”这什么用都没有，还不如呢前往康区哇，那些供养如雨啊，降临啊，然后你的衣食各种东西非常多的地方，那多好啊！而且你在那边还可以广收成千上万的徒众啊，然后你可以真的是建立这种佛学院啊、实修的地方啊等等，这样不就好了吗？哎，法王的行为啊，真的是这个太幼、太像小孩了，太幼稚的行为了。所以当时记录法王身边很多人会这样子说他，就升起对他升起这样的邪见啊，甚至这样子去诋毁他。尤其是他身边有一些那些比较喜欢这种浮，应该怎么说，喜欢钱的人和浮夸的一些人啊。他们呢，根本在卫藏就待不下去了，那什么供养都没有嘛。然后他们就是处心积虑的想要，就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像是康区，他可以得到世间八法的这样的这个地方。然后总是吵着说啊，我明天后天就要走了。然后他们总是抱怨说，哎，待在卫藏干嘛呀？这边没有人供养，也没有太多信众，也没有人相信噶举派，干嘛待在这里？还不如回到康区去呢。那米智多杰也没有特别说他们什么，甚至呢，记录里面说呢，米智多杰呢就给了他们满满的这些，应该说路上的盘缠呐、啊，给他们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这听起来是蛮难过的，有点像是弟子舍弃了上师跑走了，这是蛮难过的，听起来。但是现在想一想。你看，米觉多杰他那么喜欢这种读经学经，就是因为米觉多杰这么喜欢阅读，然后读经，才我们现在哦，这个达波嘎句、噶玛嘎句，才有这些论点可以读哦。我们才稍微能够对于佛经
能够有一点点这种智慧去领悟，这都是因为第八世法王他的著作，当时他努力的著作，我们读到了才可能有所领悟。那就是因为他，如果当时呢是没有住在卫藏这样的地方，而是在康区，好多人围绕着他供养着他的地方，搞不好他写不出这些东西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真的是应该要赞叹还有感恩当时第八世法王他的这样子的努力。之前呢，加强明确对我说过，他说这个米珠多杰真好，米珠多杰真好，真是了不起。哎，米珠多，哎，米珠多杰还好还好，他是在那么久以前的人，还好他是一个祖师。如果是现在的话，他可惨了。但家长们这说的也真是对哦。现在如果你看第八世法王，如果是在这个时代的话，投身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的确就会像这里面的人这样子说他了。所以事实上，那些当时离开法王的人，最主要就是为什么会离开，其实就代表了他们根本没有信心对法王。其实呢，就像是能够在康区得到如雨下雨一般广大的徒众和供养，如果法王他真的有心要这么做呢，他在卫藏也可以得到的。甚至法王他只要回向他一天当中他的身口意的这种利他的善业，他回向的话，别说是卫藏了，就连像强汤啊北方那样没有人的地方啊，各种食物财富啊徒众也都会是像是云聚一般下雨一般的得到。但是法王米智多杰他不喜欢这么做，所以不是说他得不到供养，也不是说他收不了徒众收不到徒弟，而是因为他不想那么去做。当时呢，法王你看他是在各方面啊，不管是出世间、世间都是很有地位的，所以他如果想要那么去做，是做得到的。所以当时真正那些人，他们其实期待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的法王呢，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不受到任何宗教和世间的，总之他到了这样米智多杰能够在一个超越了宗教和世间管辖的地方，这他是最高地位的一个地方。那但卫藏就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卫藏他是有卫藏的国王嘛，那么所以他还算是在国王之下嘛。但康区就不是了，康区可以说是没有特别这样统一康区的这样的一个国王。所以呢，这些人会认为说法王应该就待在那样一个就是以他为尊他最高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法王能够在那边啊，就可以恣意的这样去指使别人使唤他人，然后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地位最高嘛，然后甚至谁敢这个批评他啊，就有权利可以去这个赐死啊。然后就是惩罚对方，就是赐死、判死刑等等。然后呢，他们会希望的说：“然后赐予死罪之后呢，又推卸责任说，自己一点都不知情，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总管那些人说的。”然后假装模作样的是一个这个大上师的宗教领袖的样子。那这样子，其实是利用了这个宗教的一种权力来弘扬佛教。
那很多人却希望法王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期待法王如果这样做到的话，那这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的变成是这个样子的话，从一个如法修行的角度来看，上述的那样的一种状况，真的是听到都会让人想要呕吐的一个状态。所以，佛王他米智多杰从来没有那样去做的，他是非常的保持这个谦卑，然后保持低调，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要掌控什么样的一个权力。然后要能够这个掌控别人，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总之呢，法王米智多杰他自己哦，不管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夹杂丝毫的这种私心，或者说世间八法的心，他一心呢只有弘扬佛教和利益众生。所以呢。有的时候，米智多戒有时候也会说的比较这种好听的话，总是平常他会就说啊，没都是很谦虚的话嘛，哎呀，没有比我更糟的，没有比我更这个不好的了，总是会说的是这样。但曾经也有一段时候，他说出一些这种的话，他就说就像是郭桑巴大师说的一样，所有。如同郭桑巴大师说的一样，所有的苦呢，我都经历过了。你们对我有所期待的人呢，是很幸福的，就好好向我祈请吧，好好把我当成模范吧，我是不会欺骗你的。所以米智多杰呢，偶尔也会说出像这样子的话。米智多杰就说，就像郭桑巴大师曾经说过，郭桑巴。大师以前怎么说？他说：“所有的苦呢，他都经历过了。所以只要我把口诀教导你们，你们就能够解脱的。所以你们是很幸福的，苦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对我有所期待的人，你们是很幸福的。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怀疑，然后好好带着信心、虔诚，好好的祈请。”然后好好的把我的这一生的各种的解脱行传呢，当成这个典范，好好的学习，那我是不会欺骗你们的，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都不会欺骗你们的。所以他说很多时候这样的话也让大家会有真的是有一种得到安慰而不再感到害怕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米智多杰偶尔也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不总是非常的谦卑哦，那样子。所以你看，米智多杰有时候会说他自己是像这样子，像是一个大师，像佛菩萨的化身一样这样在讲。但有时候他也会说啊，我连这个畜生都不如，他有时候会这样说。但平时他不会常常那样子说，哦，我是什么佛菩萨的化身，不会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弟子的时候，他也是会像刚刚上面这一段的话这样的，这是过去很多祖师都是这个样子的。举例来说，之前呢，我看到噶玛巴第五世噶玛巴德兴谢巴的传记，那当时在米亚的这个地方。他是第五世法王的一个弟子，他的一个自传，就这位跟米智多杰的弟子啊，他的这个自传，他就说，那个当中就记载了他去见德兴谢巴的时候的很多记录。之前课程当中讲到第五世德兴谢巴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这部传记。所以后来我才拿到了这本传记，我就想，哎呀，好可惜哦，里面有很多应该讲的没讲。总之，里面提到说，米娅蒋咪扬扎巴这第五世房的弟子，他就提到说，像是见到什么本尊呐、啊，或者德兴谢巴自己见到什么本尊啊，或者德兴谢巴呢，
他有一些什么神通这部分，所以他们有谈到这些内容。因为这个弟子是具法器的弟子嘛，所以他们在谈话谈这些我神通啊，见到本尊的例子的故事的内容的时候，只要有这些侍者进来倒茶，马上这个法王就不讲了。等这个侍者一出去了，然后法王他又会继续的讲这些可以说内容比较秘密的内容。因为一般人听到哦有这样子什么神通啊，见到本尊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哦，不可思议，觉得甚至可能会升起邪见哦，甚至因为这样子造了恶业，落入地狱可不好了。所以很多你看祖师们，他们对于这些特殊的这些行持传记哦，他们是不太公开的，不会讲的。但有的时候，适当的讲说是有用的，对我们是有利益的，但有时候讲多了，那也不见得很好。那有的时候，上师总是想着，总是在说着是啊，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可能弟子就会觉得，哎，搞不好这上师真的什么都不懂，所以不能总是那个样子，那么低调。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要说出一些啊，我很厉害，我会说什么的内容。哎，有时候上师真不好当。这个谦卑了，弟子就说：“哎，你什么都不懂。”说多了一些，弟子又会说：“你上师怎么那么傲慢？这是不容易的。”总之大概是这样子。好的，那就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哦。